天气预报不是说要降温吗？怎么还是这么热？唉，在广东嘛，热一热就习惯了。可是人家都没有机会穿秋装，讨厌。来来来，我帮你扇一下就凉快了。主人，要不我们搬到北京去住吧？听说北京都下过雪了呢。北京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从这里到北京1816公里，再加上这个搬家费、路费，去了北京的安家费，除非你有超能力，否则想都别想。唉，人家就是想体验一下四季分明，就是想摸一摸雪花的温度，再体验一下花。想怎么滑都可以。我的魔法只是像冰莲花一样暂时被封印住了，总有一天我会解除封印的。小孩们都说让我给你做冰莲花的溜冰裙。啊，真的吗？可是呢，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布料。主人，你看这块怎么样？这个颜色还行，就是不够深。那再叠加这一块呢？我试试看吧。小孩们点个赞，给主人加油哦。哇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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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Let me see your hush, hush.